情话，没遇见的坚决不容击垮，精确的算法，隐形的盔甲，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目标原本就看不见，崭新的梦如何实现，从原点到终点，地平线有多远，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冲破层层的包围圈，未来赛博一剑，一幕幕实现，以梦为马，世界复杂，简单的心去对姐，程了解，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小吉，你别这样，你快起来。昨天晚上我说错话了，我喝多了，你可千万别怪盛先生，也别跟他提这事儿，要不我就失业了。我家里还有一群小猫等着我喂奶呢，求求你了。你放心吧，我不说。哦，对了，还有九州那几位，他们也不会说的。啊，太感谢你们了，谢谢程了解。我之前呢给盛先生订过几次跑腿专送，知道你喜欢他家的这个网红蛋糕，我把能订的我全订回来了。您慢慢吃，我就先回去了，我面壁思过去了，拜拜，拜拜。哎哥，你让我新注册的微博小号，我已经注册好了。辛苦了，小布。把我你的内容换成粉丝的语气，一条一条的发给贺宇，要注意节奏。嗯，好的哥，你放心吧，这个我懂。只要让贺宇知道盛景初跟程了在一起不过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治疗自己的心理问题吧，那么这个局就做成了。那万一贺宇要是不信怎么办呢？这么有趣的秘密换作是你，你会置之不理吗？这步棋我赌的就是贺宇他关心则乱。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三位呢是咱们的主办方，这位是盛先生，这位是贺宇小姐。好，我们是这类的工作人员。好，里面请。盛景初九段，贺宇五段，感谢两位能够接受我作为本次巴黎围棋混双赛中国媒体代表的采访，两位真的是默契十足啊！谢谢。盛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惜字如金啊，那么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吧。据我所知，两位其实是临时组合参与比赛，那么面对一众长时间共同训练、默契十足的对手们，我们有信心获得比赛的胜利吗？当然有，因为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契合度不单只靠时间长才能够累积起来的，而是要以同等的智商与认知水平为基础，才能够迅速的相互理解，建立牢不可破的默契。那我就预祝两位在比赛中大获全胜，能麻烦两位让我拍张照片吗？当然可以。三、二、一。好，非常好。
还是把这几个黑子连回来，就算弃子也是黑棋简明优势。现在白棋断黑棋很危险啊，我是看不出黑棋怎么做活，这个难题就要交给贺云了。看来盛景初对搭档很信任啊。原来如此，还可以在这儿吼一个，这样黑棋就已经活了。看来这两位棋手还真的是心有灵犀，太有默契了。什么心有灵犀，会不会用词，不会用别瞎用。志良，你这大晚上跟谁吵架呢？刷剧呢。好了，你早点睡啊。风转动朝夕，雨洒下泪滴，用时间和信念唤醒大地。随风起源的结局不是非黑即白，但你和我的未来由今天去变化，平凡也有半场转折，澎湃也是一种获得，直到最后一刻我还相信着，以梦为马，世界的变化艰难阻碍都不怕。精彩的对局已经结束，最终盛景初九段，贺云五段不负众望，夺得了本次巴黎围棋混双赛的冠军。潇洒的躲闪和走位，真棒！又想干什么？盛景初，我们赢了。我知道，那又怎么样？你难道还没感受到吗？我们之前没见过几次，比赛前也没有磨合过，比赛中更是不能交流，但是我们却完完全全能够理解彼此每步棋的用意，这是多么难得的默契。我们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不可能，优秀的女棋手有很多，但是寥寥只有一个。无论相貌、身材、智商，我自问哪样都不输给陈了，更是绝对比那个对围棋一窍不通的女孩更加理解你的精神世界。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承认呢？寥寥是我要共度余生的人，她很特别，虽然不懂围棋，但是懂我足够了。
有彩色的女孩就是你。是不是特别逗啊？如果真是因为什么荒谬的原因，我输了，还真的是有点无话可说。不过你放心，我会愿赌服输，彻底消失的。你有个快递，你帮我拆开看看呗。盛景出色盲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他从小就换了很多很多的心理医生，就是为了找回眼中的色彩。这个彩色的女孩就是你。我接受的不是中国食品，是你的个人专访，换成任何人都不行。我们是朋友，是因为你对于我来说很珍贵。陈小妞，你打电话把我这个大忙人从工作中召唤过来，就是看你一言不发的跟那个蛋糕相面啊。严百科，我问你啊，如果有一个人，他看全世界的东西都是黑白的，唯独看你是彩色的，你心里什么感受啊？这什么神仙设定啊？这么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真命天子般的绝杀人生，那我肯定会乐疯了呀。不过前提必须得帅啊，不帅的话，那就相忘于江湖吧。如果说这个人只是因为通过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颜色，所以才会注意到你，然后迫不及待地接近你，跟你说他喜欢你，你觉得这算爱情吗？你这个问题就跟如果我长得不好看，你当初还会不会喜欢我一样，就非常令人无语。都到这会儿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嘛。好，陈小妞，那我就认真跟你说，爱情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有成千上万种的打开方式，所以缘分也不过就是两个人在芸芸众生之中有那么个原因让彼此看见了而已，所以再神奇那也只是一个故事的开端而已。可故事开端的真心和动机就不重要了吗？重要啊。可更重要的难道不是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吗？人心是最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去量化，也没有办法去计量，所以只能靠你自己的感觉去判断。不
现在就脑子特别的乱，我根本判断不清楚嘛。我一想到这么重要的事情他瞒着我，我就忍不住生气，我就忍不住难过。袁麦克，你说有一天他能看到这个世界上全部的颜色，然后觉得我没用了，所以不要我了，怎么办？程小妞，我特别特别的理解你。所有的人在爱情中都是患得患失的，但是你现在在这儿跟我胡思乱想，你不如等他回来，面对面的直接问清楚。你给我的糖，我一定会吃。慢慢吃，吃一辈子。心理医生要求他多去接触这个女孩，就像吃药一样，早、中、晚，至少三次。所以，他就时常把这个女孩放在身边。聊聊，我明天就回去了，特别特别想一直见你。盛景初，你千万别因为只是想看见。小狐狸，怎么能抛下我先睡了呢？那你先好好睡吧，晚安。聊聊，我已经出发去机场了，晚上就能够看到你了。盛先生，贺雨小姐因为私人原因要多留几天，就不跟咱们一起走了。您请上车吧。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换家具了？师傅之前就说我家里太单调了，像样板间一样。就是的，你看你们家又大又闷又空，颜色都只有黑白灰。我之前对这些并不在意，因为就算有其他颜色我也看不出来嘛。但是现在我要改变。包在我身上。其实那个时候你能看到的色彩的范围就应该很大了吧？明明有那么多机会，那么多时间可以告诉我的。聊聊，没事吧？怎么感觉你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怪怪的？我马上要起飞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等我回去，我们一起解决。起飞，请关闭您的手机或将手机调整为飞行模式，谢谢您的配合。
喂。喂。女神姐姐，你在家吗？不在啊，我在公司。有一个项目策划案着急做出来，怎么了？哦，没事没事，就周末了，关心一下你。那我多谢你的关心了。行了，不说了，我还有事儿。行吧，女神姐再见。啊，你劳逸结合啊，多注意身体。周末还加班啊？我这个暖心的小惊喜怎么办啊？你好，外卖。你有什么事儿吧？您的外卖，谢谢。原来是你这家伙，以工作为借口来霸占女神姐姐的休息时间。老徐，你这员工餐的规模未免也太隆重了吧？整个一个英式下午茶呀！之前厨艺大赛结束的时候就想为你庆祝了，可你死活不肯啊。今天就在我们两人之间小小的庆祝一下，这样总可以吧？真是服了你了。另外，还要庆祝我们成大主播成功在望系列圆满收官。这也意味着诚意对话彻底成为历史了。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节目等着你再创辉煌。你怎么来了？保安没拦你吗？没拦，还是保安大哥给我刷卡开的门。女神姐姐，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次浪漫别致的室内野餐。江玉达，你能不能别在这胡闹？我给诚意姐姐惊喜，跟你有什么关系？这里是公司，不是外面绿地，我们还要继续工作的。你管这个叫工作呀？我们现在是正常休息。哎，怎么又休息了呢？你不是工作吗？女神姐姐，请。不要再闹了，我还想尽快的工作完，尽快回家呢。江云达，你听见没有？我再说一遍，你立刻收拾东西走人。徐哲，你听见了没有？我也再说一遍，你也把东西赶快收拾。好，出去。对。我替你收拾。哎，
我刚才分配的是你，我说你这是过分了，你！你们俩别闹了，江雨达，你过分了吧？对不起啊，老徐，你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跟他聊。江玉达，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就像徐迟刚刚说的，这里是办公室，是工作的地方。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进来，就是在捣乱。可徐迟也假模假式弄了这些东西啊。他跟我是可以边喝茶边聊工作的，你带来的这些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我大周末的留在公司加班，就是为了快点把工作方案做出来。我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陪你在这吃喝玩乐过家家。所以如果没有别的事儿，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谢谢。这一道美味的辣炒花蛤就算是制作成功了，这是我小狐狸私房菜视频号的第一道美食，希望各位通过美食大赛认识到我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喜欢它，并且亲手制作成功，谢谢大家。 OK， 完美收工。你干嘛呀？这都大功告成了，你这个表情啊，做饭都治不好心烦，圣经出都赖你。这个表情啊，哎呀，好看。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你们现在做美食节目都这样了吗？好家伙，这得吃几顿啊。燕兄，不好意思啊，大周末让你来帮忙就吃这一个菜。没人说我吃素。我不是第一次录视频没经验吗？我都能吃。哎，治疗，我感觉你心情不太好啊。向盛景出了。啊，我知道了，怕贺宇勾搭他。才不是呢。哎，爸，你快出去吧。啊，好好好。哎，还不错，我拿两盘吧。啊，叔，多吃点儿。盛景初快回来了吧？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快了吧。喂，师傅，救命！你怎么了？哎，师傅。这就是你所谓的救命，师傅。没你说啊，起来！喂。让开。
哎，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盛景初吗？来来一盘，来一盘，来一盘，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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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盘，就两盘吧。嗯，等会儿，啤酒围棋赛。不光要下棋，还要喝酒。你这个徒弟棋下的不错，不过酒量太差了，才下了几盘呀，就是喝成这样。进来就偏不问你了，我看你什么时候来找。说好了做你的专属树洞吧，二十四小时待命的那种。对不起啊，我不应该把你叫过来，让你也喝得这么难受。你要不打我几下，或者骂我两句行不？对不起啊。算了。你想什么呢呀？你说，别不说话呀。我也要给我女神姐姐打电话。亮亮，女神姐姐，女神姐姐那个，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夜深，我的爱夜深，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神姐姐，你江玉达，你给我小点声。盛景初，亮亮，我好想你啊！怎么喝了这么多？姐，这怎么办啊？你负责把盛景初送回去吧，这个东西我来处理。我冤你！好痛，好痛！啊！走了，注意安全，往那边点。哦。万紫千红赛花园。繁星灿灿照京城，那个燕京烈火不夜天。哎呀啊！女神姐姐，女神姐姐。我知道你重视你的事业，啊，那个，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啊，哎，我都双手赞成，双手赞成。问你啊，嗯，为我做这么多事儿，真的值得吗？我身上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你这么喜欢？难道？你没有感受到吗？我们两个有一种灵魂的共鸣。灵魂共鸣。嗯。是呢。我们两个人都很执着，为了自己的事业，可以奋不顾身，但同时，我们两个人都很孤独。就在我刚出国的那阵子，什么事儿都要自己去做。我相信，这种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孤独和执着，明明牵引着我们两人去相遇。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只要是你想做的，只要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得。盛景初，我问你。
你是不是看别的东西都是黑白的，只有我是彩色的？会退缩，是你给呼吸的力量。